好啊，这大哥不会躲脚吧？我一看这大哥，我操！嗯，没拿住，行了，可以了。OK，怎么可能休息了吧，还是咋的？还是说现在是一个压节奏的时候？五分钟之后可能要冲一下，可能是。我操！哎哎，就到！别太松，记住了啊！好好点，快点回来！逼他，逼他！嗯，小球了，我操，嗯，可惜了，开始冷了，你没练球是休息的时候你肯定得冷啊，我都出汗了，我都。你们吃的什么呀？也是包子啊？没有，菜，炒菜。可以啊，哎，可惜我的车晚点了呀。不然就能吃到爆炒猪肝了。哎呦我去，明目啊这个。嗯。明目肝嘛，明目。晚上踢球看得清，哇，这个小腕子，这个，我操，我靠，进了，我操，这个进脚没封住啊。这小黄是谁呀？鱼嘛。小黄是鱼。对呀。不是那个鱼吗？他又把衣服脱了。穿穿脱脱的，成何体统？他们队就他，我觉得踢的就挺不错的。他多大岁数？三十多了。对，反正不小了，但是他应该算是。对，而且他踢得好，踢得也好。晚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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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晚了。逼他，逼他，别放！半职业了，嗯，据说是以前练过，长春的嘛，他也东北的，东北的，嗯，逼掉，好球，要一个呀，这不，我操，自己来了，哎呦啊，没挤开，哎，给我一个爆珠的那个。有点口渴了，抽个薄荷的吧，凉快凉快。谢谢。火在那儿吗？嗯。现在，停，俩人过来一起。现在，你过来，你撞他一下。你给我追吧。不用不用不用，没事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压住了。看来我今天这个帽子戴对了。说我。谁说你了？他们说我穿的太多了。他们懂啥呀？他不是搁场上咔咔跑，是不是？就根本就没看过球，我跟你说。我操，漂亮！坐给波波。操！这他妈的这，两米都不到，坐偏了我。哎，好球！扣一下，扣一下。有些时候吧，就是。他们有一些没有自我来波波喊的，我觉得也是，我太凶。刚刚他在后场有好几个，就是波波一指他们就传，结果人家全都按照波波指的，就直接就断了。漂亮！
5分钟了，喊他吗？波波，波波，波波，5分钟。嗯。我感觉门将应该也停了。还可以，咱们的门将可能还行。有点运动量。他们的门将。哎，没传好吧？我这球累了，给我累了。你看。操！波波不是换自己啊！边线，边线扔，大力扔，转身走，看出来了。要啥来着？哎呦我操！哎，那是我们要射的门啊！这他妈咋回事啊？这看半天都没分清敌我都。看见了，刚恍惚。三人围他，看我们人多，以为哎占优势呢。是几分钟？现在6分半。哎呀，好球！进了，进了，进了！谢谢大老师出的。中场也是，这大哥是真大哥呀！我一看那个，这大哥进完球，全场下所有人都在欢呼。哪个呀？哪个呀？拉咱们来那个大哥，嗯，特别逗。这球挺不错的，这球。第一场是不是他吹了？是的。小王呢？没有，他上一场上去踢来着。漂亮，宇正往中间靠啊。嗯。哎呦操，好球！没有吧？没有没有。接球？有女的以后不能让波波来了。没有人，走，对对对。哎呀！我操，这怎么漏呢？这个，哎，好像是踢边了。我看天行收回来了，就撵着跑，撵撵。这么开吗？打！哎呦我操，好球啊！真小，这球别偷，好球！扑出来了，漂亮！打不过啊！扛他！哎呀！
记那个胶痕。哪边也上到他家是在脚崴上面。哦。他现在在踢嘛呢？你附近。那附近。全是他的点。鱼也真高啊。对，鱼也如果是中场防守的话，就相当于老井在中间立着，你知道吧？老井没他高。都会抢点。完了。哎呦，没了！我操！太逗了这。哎呦，传到身后了。给你晃人呢，波波。我操！真结束了这回啊？没有，还有半场是吧？没有，就说，好，休息。